就侬拨伊走，伊哪能办？就等于侬一家头撑了海。啊，一家头撑了。自家现在已经迭个岁数，总归是肯定是撑勿住了。搿么样说，㑚儿子出事体已经9年了，现在等于是车祸之后，都现在生活也做勿了了。那么人嘛是残疾的状态。对个。等于侪是靠侬做了照顾伊啊。一直我照顾伊。侬今年是多少大岁数？我73。73岁。哎。侬平常侬哪能照顾伊呢？侬也一把岁数了。我平常照顾伊嘛，伊要缺啥物事没了，我替伊买回来。伊要汤水没了，我去买小菜替伊买来。前后两天以后要吃鱼了，要吃鱼替伊买鱼来。跟侬现在讲，侬还要每号头拨伊点生活费嘞？我生活费拨伊总归来了500块多一点。一号头500块。一个号头哎。因为侬本身是侬是农保还是啥？我调个小城镇啊。哦，城镇的那个就是退休工资对吧？哎，大概多少啊？侬有？2670块。侬还每号头要拨㑚儿子点钞票了？没一定的钞票嘞。跟杨姨之前错误之后啊。到现在看毛病，侬大概花脱多少钞票了？帮伊？是中国哈马拉达手里向嘛，总共了30多万。30多万。嗯，就是讲有侬自家积蓄，哎，还有侬借个钞票。哎，借个钞票，东借西借，借拢眼嘛，自家再有一点嘛，买了眼嘛，对吧？就9年前头个30万。9年前。葛末阿哥啊，侬现在搿个情况，侬平常生活也勿大方便哦，对吧？嗯。侪是拿爷老照顾侬现在。嗯，对，我自家没方向，只要家。不方便，手机不方便。嗯，那老婆小人就讲偶尔还来看看侬啊。离婚之后，就一年来一趟。当时就是伊出这个错误辰光，伊拉娘就是当时辣盖上海中山医院开大刀嘛，开搿个心脏就是调查白目。那后头呢？后来就是慢慢那个，我调伊就是侬自家要身体要管好，侬不要去想，那你这个事体。有我辣海对吧？哦，我要撑辣海，侬不要去多想。或者伊讲伊里么子，那最后后来就是这个伊拉娘跑脱个辰光，就是身体一直就是已经坚持不了了。到最后到医院看毛病，还帮伊去看。就是因为儿子搿事体，所以心情就是心情就是心情不好，就导致伊自己个毛病可能自家还有自家得毛病，哎对了，跑到伊的位置已经将近7、8年了。嗯，哦，就讲拿儿子出个桩事体，就讲对伊自家对伊拉娘来讲，哎，打击大了，哎对了，那么就等于侬一家头撑了海，啊一家头撑了。哦哟，那不容易，老先生。嗯，侬自家身体哪能？我自家现在已经迭个岁数，总归是肯定是撑勿住了。就讲了勿大好听点，就是侬拨伊走，伊哪能办？伊哪能办嘛？就是伊呢，每天要吃香烟，一年一包不吃。搿没办法呀，毕竟伊心情也有。哎，对了，是。我叫伊不要香烟，不要吃。我本侬啊，得个钞票，全部买零食、买食吃，可以了。也可以。伊要吃啥买啥。搿么伊就讲搿，也勿好再去寻工作了。工作一定勿好寻了，伊根本腿脚是不方便是吧？因为之前辣视频也讲，就是伊现在是半边身体是没知觉的。因为我听㑚儿子前头讲，伊也想去寻工作，帮侬缓解点压力。哎，伊心里想去寻工作，没人要伊。一个朋友开始脚踏电动车到红衣去寻过，没人要伊，没人要伊。